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要讲一个东西，就是小杰，我说他心机重是有理由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健身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健身的时候，我们偶尔都会拍个照，想说我放个照片。这个讲都变了，他们还没不知道，还有人不知道。然后小杰就说：“哎，你们健身的时候可以不要放那些裸露的照片在网上，这样很不好，你们还能怎么样怎么样？就练一大堆哦，就隔天。”那你的怎么样？我刚刚也脱衣服了，你知道吗？OK。你我手超抖的，你有感觉到吗？好听吗？我刚刚有点抒情的，那现在是不是要来一点摇滚的？小杰等不及了，小杰每次都很急，他都很快。你才快。接下来这一块呢，算是也是我们第一次三个人尝试的一个乐团的摇滚演出。哦，第一个前奏下去，你们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